好了，各位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打我们的困难路西达，来看看这个新版的护体在路西达这里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哈。那首先呢，打困难路西达绝对，嘿嘿，要把我们的瞬移给带上，好不好？把瞬移带上就可以躲我们的绿龙啦，护体就拿来躲我们的炸弹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准备开始啦，呼，来了 ，Let's go。就是大陆人怎么知道？他们有说啊，就是你看到八那个九妹的凯撒也是大陆人。我好想躺，游戏大都可以躺，游戏大的会员都可以躺，没有问题。啊，我没有带道具去打榜哎、欸！哎，牙克，你直接挂了、哦，你怎么不挣扎一下？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啊，说不定你有机会活着。好，我们注意一下，我们要注意一下，真的真的要看准绿龙了现在，因为我们的护体一定要留来堵炸弹，没有办法。好、哦，有炸弹，看一下、哦，4、3、2、1、0。好，可以，虽然没挡到，但那个减伤没有问题。哎，为什么只打3万多啊？减伤有这么多吗？还是我刚刚有在路西达的梦境里面？零，算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没有破盾就是好事情。加油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强力召唤兽，强力召唤兽，要躲，在右边。哦，忘记按着了，哎呦喂啊！我忘记要压着了。那个阿戴尔的悬浮不用压着啊，他会自己浮着。好不习惯。天上好了，差点出事嘞，差点要掉魂了。我再把快点，看有没有机会。那我稍微专心一下，第一阶段比较麻烦一点，我稍微专心一下。我再来看你们说了谁。我帮你清一下石头人好了。在哪边？在哪边？右边是不是？哎呦呀！太晚跳了！我绑起来！开武功！不演了！很危险！天上快好了吗？有炸弹！赶快！天上比较安全。护体没挡到，可是也没有死哎、欸！哦，我有在梦境里面。哇，那站在中间这边打看来蛮安全的哦。我的护体到现在都还没挡成功过啊，真是尴尬。我们是这路线的吧？不要演了，我们直接开了，赶紧带走。再点一下。哦，带走哦，可以了，应该好一些。不能过水就玩最后嘛，就看你们的操作喽，看你们的操作。刚好走福利，有结晶石，谁滴石啊？而且只有两个人，结晶石还蛮多的。强力战兽，有召唤兽啊！雅克，上来！好 ，OK， 还活着，可以，死掉了，赶紧挂一下，二阶应该还行啊，二阶应该比较好扶一点，稍微挂一下。哎，我没有压到护体哦，啊，哇，考验真功夫的时候了，哎，找到梦境了，哎，啊，我没有压到护体，完蛋了，我的武功。哎，奇怪了，我怎么没压到？太慢压了吗？哎，现在炸弹炸这么快，我反而不习惯呢。现在炸弹炸那么快，我反而不习惯呢。好快哦，真的不会延迟嘞。完蛋！不败满弓。我刚接上怎么破的？忘记。怎么在这边？啊、我刚被人吃到半月了啊！想起来，真的是，我已经好久，我从来没有那个哎、欸，我从来没有开着武功打到3阶过哎、欸，每次都会失误，好讨厌哦。可能稍微吹个笛子，看一下，一个月3块可以看到跟主播聊天，早上少两杯奶茶，可以的。哎，哦，果然 BJ 来了，果然 BJ 来的时候爆发一波。啊，我的天线什么时候破掉了都没发现。好，爆发一波，可惜没有武功啊，不然这一波应该打掉超多血的。不要跑。好，那个伤害者，我们的无限打满伤害啊。OK。好，可惜，感谢 Jacqueline 的订阅，感谢你的推荐。啊，可惜没有武功了，真的可惜。啊，抱歉，哎呦，感觉是移过去了，抱歉。
哎呦呀！好，我感觉现在三阶出那个炸弹的次数比较少哎，除了刚开始那一次。有绿龙，有绿龙吗？哎，有炸弹了，才刚讲完。好，哎，挡，没挡到。哎呀，会就是会有这种情况，好像被那个蝴蝶的那个弹幕碰到了。不过还行啊。现在因为有露西达梦境嘛，所以我们就去找露西达梦境，然后我们也不用触发格挡，我们直接减伤就可以了。直接减伤也不会死，绑一下好了。好，打一下，打一下爆发。我们离开一下，好，再回来。强大力量，强大招架，强大招兽。好 ，OK， 还有四条血。还有呀，把这个开掉好了。好 ，OK，OK。天上抬起来，强大攻击，强大攻击。冲撞，冲撞，还好，还好，这个还好。再吹一下，再吹一下。好，无限开一下好了，无限开一下，无限开一下。我们看到了。好，无限开始，我们爆发一波。应该等一下不会强大攻击吧？我现在没有双绑，应该是还好了。我觉得应该是不会。他才刚放完两次没多久，应该是打的吧？整段伤害。哎，我强力招手，还可以，可以。往上飞，不许打，往上飞，往上飞。没错，这个位置就对了。很好，很好，很乖，很乖。哎，上来一点，上来一点。镭射，镭射。好 ，OK。好，吹得漂亮，吹得漂亮。我也觉得差不多吹。哎，躲一下，躲一下，半月，半月。好 ，OK。有炸弹，露西达梦境找到了。三二一，零炸。哎，有挡到哎，哎，真的判定很宽哎，但是前提是，如果那个时候周围有其他的那个小弹幕的话，还是会被判定掉啊。哎，单就一个炸弹，确实还蛮不错的。我这个当附加方块小头啊，也可以，也可以附加方块，你们减掉关系，我已经用不到了。左手剑好本身附加方块自己也可以打，应该可以打。强大攻击，这次是冲撞的。哎哎哎，不要过来！哎呦，啊、算了，其实我也没差了。说了，哎，两只是怎样？哦，哎，哦，吓死我了！我想说，啊哭啊！我想说，怎么变两只？吓死我了！哇，还剩两条命哎！加油，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把自由精神点出来啊！复活伤开口一下。hold 住 hold 住，快了快了，我的无限，哎，二十秒后我就把它带走了，好不好？再撑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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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了快了，我的伤还没干啊，人类，阿露西达嘞，他怎么在那边？有炸弹，护体，好，很好，啊，这怎么浪费？好，好，绑起来，好，带走喽 ，hold 住 hold 住。hold 住 hold 住，啊，记得招要躲，记得招要躲，什么小弹幕要记得稍微看一下，应该不会打不完吧？我刚招没有开得很足啊，应该不会打不完吧？现在少了那个内容核心，应该没这么惨吧？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，没有吧？没有吧？没那么惨吧？不会打不动吧？好，可以可以，好，记得把招关掉，雅克记得把招关掉，不要打到愈合了。恭喜雅克撑住了，撑住了。好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来试试看80%掉宝的威力啊，该来了吧？神秘防具 ，Let's go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什么都没有，难受。好了，收工了，收工了，还行啦。那也再来总结一下好了。新版的护体打露西达，基本上呢，要躲护体，要躲那个什么？我刚刚讲什么？重讲。好，那再来总结一下这个新版护体打露西达的心得、哦、那主要护体要来躲炸弹已经是非常容易的啦。刚各位有看到啊，这个露西达的炸弹几乎都是没有延迟啊，所以基本上有压好都没有问题。而且提早一点点按也没关系，因为它的判定还蛮久的，还蛮宽裕的。但是唯一的问题点就是，如果那个时候有很多露西达的那个小弹幕的话，会把那个格挡的次数给用掉，所以还是会被炸到。那但是现在新版的露西达有露西达的梦境啊，你躲在梦境里面，就算没有格挡，你直接压着护体减伤的话，还是不会死的，伤害还蛮低的啦，就180%、90%，就大概45%吧，大概会扣45%的血量。
啊，不对，180%减一半剩90，然后90这个再减40，所以大概扣50左右吧，50左右的血量，所以还是 OK 的啦。那绿龙的话好不好？绿龙就真的就是用悬浮啦，悬浮加我们的这个五转的瞬移，好不好？五转瞬移记得要压着啊，要压着才会悬浮啊。它不像阿黛尔一样手可以放开键盘的，不行，放开的话就松掉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新版护体打露西达就到这边啦，基本上还行啦，没有太大问题。主要是这个露西达的改动改得不错啦，所以并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好不好？那就到这啦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。